OKWS 点 com， 那这个网站呢，它标榜的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云端画 CAD 的图，第二个是平板上面画 CAD 的图。那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它应该又有点改变了，你会发现底下有 video， 各位也可以看一下这个 video， 这个影片就是它是在哪里呢？在那个。怎么 Mac 里面，就是苹果电脑里面怎么去，你会发现呢，有没有这个是 iPhone 呢，iPhone 上面呢，它也可以达到你那个画图的目的了哈。这个好像这个是一个类似广告各位可以看一下，那里面的话还有 online， 这个好像这个是 mobile 在手机上面。那这边我看一下，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我印象中，这个就是会介绍到，怎么没声音？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我印象中这个应该是新的版本1.3这是 mobile 在手机上面如何操作？这个是实际上有的，如果你们有那个智慧型手机，你就可以去搜寻这个 app， 这个 app 就是关键字就 AutoCAD， 有没有看到它用手指头？主要还是以看图为主了修图它也可以修图而且目前这个版本也还是免费的，你们也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玩玩看，download 下来玩玩看，这个好像 OK， 我们网络有点慢，那记得就网址这个网址是那个。www. 那个 autocad.ws.com OK， 那这部分，那至于我们上课的部分的内容，我是放在这边我前面讲过嘛，这一个，那大部分同学应该都有加入了如果你没有加入的话，你再把它加入进来，在这个论坛。